记得怎么跳哈。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就这四个动作。好，非常简单，好不好？来啊，可以吗，各位？孤勇者，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我们的视频？现在很多人都在学跳孤勇者。如果你第一次看到的话，不会的没有关系，你可以看一下，因为我们只有副歌的一小段，所以大概只有一分钟而已。对，大家一起来哦，好不好？慢慢学，慢慢跳起来。好，准备好，首先摆正，大声点 ，Go， 再一次。Yeah， 可以吗，各位？可以吗？小朋友还 OK 吗？这个会跳的吗？对，我觉得呢，这是小朋友会很喜欢的。对，对。好，今天有几个好消息告诉大家。7月2号，7月3号，7月3号是户外手草。对。7月2号是七月的第一天，我们直播，我会有一个新操要给大家。哦，真假的？到时候大家就会知道了。又有新操了。又有新操，非常有意思的。很开心的。哎，为什么你每次编新操我都不知道？对，我明天会教你。好，然后呢，各位请期待。所以七月又是一个新的开始了，夏天要来了，我让大家感觉到整个直播间又充满了新鲜感跟活力，带动大家更开心的一起来跳操。对，好不好？最后我们再来一首，现在53分了，还可以有一个简短的歌，我们来一个最后，来一个女神操，好了，好不好？来。女神操，你确定吗？让大家挑好不好？要不要挑一个。来，大家想要挑周大侠还是女神操？我不敢给这种抓球，怕大家就走掉了。大家今天好像感觉有点累，要不要？啊？什么？哦，阳光宅男跳一下好了，好不好？阳光宅男，阳光宅男，对，好，阳光宅男太适合了。现在，其实最棒是适合阳光宅男，到今天一次都没跳。对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没有血。好，来，阳光宅男。开始，简单的动作跟着我们一起跳起来，它速度不快，建议大家全家大小可以简单的跟着一起跳，这是一个全身的运动，欢迎你加入到我们，赶快设关注，帮我们按赞。简单的动作，应该不难，我动作很慢，你先慢慢跟上。小朋友，如果刚才看孤勇者的，记得哦，阳光宅男你也跳一下。来，手画圈，很简单。腿抬高，动作很简单。爸爸妈妈每次在家里面带着孩子一起来做，听这个音乐，充满了阳光，让孩子多运动，少看手机。Come on， 少玩游戏，加油 ！Come on， 很棒。吐气，再来一次，五、六、七、八。很好，动作很简单，你的大腿不要这样踢，手往上抬，举高，往上，很棒，五、六、七、八，脚底，脚底，很好，加油 ，Come on， 很棒，各位，刚来的也可以跟着一起跳，帮我们设关注，领左上角的福袋，跟着我们一起动起来。动作不难，只要你愿意就可以，循序渐进，量力而为，健康的人生等着你哦。Come on， 再一次，腿抬高，很棒，有人躺平了是不是？加油 ，Come on， 再一次，孤勇者可以去看我的视频，各位，蒋璐霞的视频也有，张峰的也有，好不好？可以跟着练一下，六，手画圈，吐气，
手往上抬，很棒，很好。我跟你讲，明天来练之前要吃碳水，早上要吃，中午也要吃哦。Come on， 加油！左边六七八脚底，动作很简单，持续燃脂，全身雕塑。今天最后一个健身操，再来我们叫拉伸喽。Come on， 出气。五、六、七，从头来一遍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二手画圈，出气，很好，各位。如果你刚来，是要面对到我们最后一个操，赶快跟着我们一起跳起来，带我们一起拉伸，舒展一下，今天也很舒服。Come on， 很好，五、六。七，换左边，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脚底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停。好 ，OK， 来喽，各位。Yes。喝口水，我们准备拉伸。哇，我今天已经喝了第三罐了。我今天晚上也喝很多水。大家觉得累对不对？我的妈，我今天是不是因为你们没有吃够东西？我今天喝了两罐半的水。切记，来跟我练的人，你们要补充 DGI 的碳水，记得去看 Vivi 姐的账号怎么吃。对，不要自己乱节食。对，然后来跳操就没有力量。要吃的对啊，你一定要有力量，身体有能量才有办法燃脂。对，如果你都不吃碳水，你就燃脂不了。对 ，OK， 所以切记，明天如果要来跟练的，请你炒好吃，尤其早上跟中午要好好吃。是，晚上。